那一段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歌词，就是一切有裂缝，一切皆有裂缝，那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E così è entra la luce. E così è entra la luce. 请求初代组合最后人磊哥，因为是他开端，你看过吗？因为开端他自己在做事的时候他已经纠结过，他其实可以半途放弃不去救别人，他可以做一个选择，然后就每个人都有黑白两面嘛，所以我们觉得是每个人就是一定啊，我觉得每个人偶尔都会出现那个黑色的那个声音，但是我们要给自己足够的力量和信念和那个力量去驱赶的黑色声音，让光亮的声音占据大部分，所以就是万物皆有裂痕，就每个人一定都有多多少少都会冒出一点奇迹光的黑面，对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去让光亮光亮的很大，所以也会有天鹅，因为天鹅有白天鹅和黑天鹅。对，钟老师，您觉得他弹 piano solo 的时候，他弹 piano， 我要不要 speak some Italian？ We don't speak America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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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厉害，唱这首歌吧，来吧。你是打了腮红是吗？是不是让自己更害羞是吗？夫妻化妆的时候在睡觉，我不知道。夫妻，对不起。谢谢。
环节。冷的都很好吃，还说它就是冷的。它就是冷的。